第二十题，碳酸盐类的制酸剂吃了容易胀气，因此常胀气的民众选择喂药时，尽量少量或避开碳酸盐类的制酸剂，这是因为碳酸盐类和胃酸容易产生何种气体？这是我们教过酸的通性，碳酸盐加稀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第二十题问我，这是因为碳酸盐类和胃酸容易产生何种气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二氧化碳。